将模具加热到55度。上下磨合上，插入定位柱子，再用胶纸缠住，以免缝隙过大。AP 材料按比例分开，倒入杯子中。放在真空机杯架上。进行抽真空30分钟后，将 A 料倒入 B 料中进行混合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硅胶模具中。放入烤箱用70度烤2.5小时，使 AP 材料凝固。拿出后等膜温降到40度左右再取出产品。最后进行检查尺寸是否与原版相同。完成覆膜工程。